八斤重的胖头，哪一个啊？给你搞一个鸿运当头。好，我想回去整个。好，我也把那个弄好了。把鱼头腌入味儿，做点鱼乳放里面。把这配料塞进去，塞到鱼嘴巴里，再给炒点料汁。剁椒，把剁椒炒出香味，然后下蒜蓉。好油来一点，真吃油来的，炒香，淋到鱼上面。然后上锅蒸，这个太高了，只能用锅把它盖起。起锅，有点烫，干活去。到点高度不够久，红运，你来。好，我来开。嘿嘿。哇。哇，内容还蛮丰富的。哇，内容还蛮我想来这个。弄少点酒了。听这个鱼嘴巴，我去。今天好冷呢。嗯，冷不冷？下雪不？哎呀，希望它下。
好吃不？咱们都远了是吧？哎呀，等那菜都弄不出来了，就有点不听使吧。有点有点大的，没有啊，八九斤，不是还差不多有八九斤的样子啊。关注铁锅视频。